做准备了吗？真的不知道干嘛呢，应该是有表演节目。演出吧，因为人特别多哈，我在那逛了一圈，应该是为五一做准备的，什么五一晚会什么的，具体也不太了解啊，就我刚在那逛了一圈，我带着溜圈嘛减肥，太累死我了，现在出汗了。